你还记得我说过，我因为有自己想做的事，不想接受家里的安排，和他们在冷战吗？嗯。对了，你有经纪人吗？怎么了吗？有个做公益的机会，我想要找你合作。他的经纪人关于林安的经纪事务，其实找我就可以了。你好，我是浪直播的副总任豪。 我们基金会最近和流浪动物之家合作，正在寻找活动的宣传大使，我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副总，您觉得呢？我反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总要问清楚活动内容吧。 今天不是粉丝见面会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随口说说，开个玩笑而已？你不是最喜欢好玩的事吗？公司的事情怎么可以开玩笑？好歹我也是个执行长。执行长是怀疑我的诚意吗？诚意要让我们看到啊。那就期待我们可以合作愉快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你。 五谷张力扬长得跟真的张力扬一样帅哦，我不知道张力扬长什么样哎。哦，你很怂哎，我找给你看。哦，太爽了吧！那差不多就可以把狗狗擦干了。哦，谢谢。快洗好了，不要动哦。弄湿了，将就一下吧。可是这个狗狗会不会太大啊？不会啊，小事。交给我。执行长他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！等一下，你太夸张！你看，我受不了了。 我要来找个厕所，来找个厕所。抱歉，执行长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最注重公共秩序的人，我爱环保，爱地球。 我从来不乱丢垃圾，甚至不在公共场合打喷嚏。哦，哎，我是说真的，我认真的。要不是因为我迷路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不信你问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没事了。我刚做的什么都没看到。哼。<笑> 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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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安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我可以跟你交换手机号码吗？如果有需要联络的话，你可以找 Simon， 他是我们公司业务的窗口。我不是以厂商的身份问你，我想当你的朋友。 现实生活中的朋友，我觉得我也想跟安安告白。哦，
来。我刚刚说了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你看看，可以成为我真正的朋友吗？